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不多，但是杨继敏啊比冯明轩还是大一块儿。北控还是以二三为主啊。嗯，嚯，有点神来之笔的意思。嗯，这边是徐杰上了啊，零零后的小将徐杰，这应该是他的 CBA 生涯第一个进球，或许只是一场比赛的问题而已。徐杰，徐杰这个身材现在看上去就比较瘦小了啊。这边徐杰又上，继续防守。就是人到了兰多夫这个岁数啊，可能恢复速度就比较慢。嗯，对，因为赛前咱也说了，北控呢，他其实是有受伤劳顿。是，余良的三分在吹了徐杰犯规，北控唯一得分上双的本土球员，所以今天整体的这个本土球员的发挥啊，其实是比上一场好的。北控啊，对，就是守这个联防，看看广东队怎么破。任骏飞来了，哎，这状态确实是太一般了。嗯，像刚才篮下这种球啊，没打成二加一。小瑞怎么样？哇，他真的是稳啊！啊，他我觉得他有点调了自己的射手姿势啊。嗯，这个作风。徐梦君，啊，最后应该是也不打了啊，比分定格在131-109。嗯。最后呢，广队客场收获了一场22分的大胜。